来看一下第六题。最近の団体ツアーの申し込みは、景気が全然回復していないせいか、何々だ。好，看一下选项，又是副词了。不过这四个副词应该还算好懂啦。A. Skilly B. Asari C. Sapari D. Kikari。我们看一下各自是什么意思。Skilly，舒畅、畅快。Asari 就是我们大家讲的那个 Asari，它是什么意思呢？清淡、爽快。也就是 asali 这个字，它最早是拿来讲食物口感上面，哎呦，这个很清淡。慢慢的呢，我们讲了清淡、清爽，拿来讲人的个性就变爽快、爽朗了。asali 是这样来的。再来 sapari，一点也没，哎，这很特别哦。也就是 sapari 其实后面是要接否定的。那看到这边，你可能会担心了，哎，你以为的答案会不会不是正确答案呢？没关系，Kikari 是什么？整，明显，整是什么意思？几点整？几点整？刚刚好的 Kikari 了。然后再来，也可以讲什么？很明确，很明显，这个图案呐、啊，非常清晰。好，这样来看，答案应该知道还是那个嘛，对不对？哪一个？Sapari。Sapari wa karanai 完全不懂，现在只是把后面的否定省略掉。我们来看整个句子。最近の団体ツアーの申し込みは、景気が全然回復していないせいか、Sapari da。先解决中间的这个文法，せいか、せい不好的原因理由，加卡卡是不确定啊，所以せいか大概是什么事情害的。最近团体旅游的报名景气完全没有回复，大概是因为景气完全没有回复，所以一点都没有，完全没有啊，所以 Sapari 后面的否定省略，但是它指的一样完全没有。好，那我们到这边。